绝非江离。你说我不是江离，那真正的江离去了哪儿？是被你给害死了。苏国公，我想求你帮个忙。青城山上有一个坟。里面埋的是谁啊？你这是在审我？出了这么大摊子事，处理完回来便是。到时候我们也该好好谈谈。去把他给我叫过来。不好啊，人家江二娘子现在怕已经是开席了。叫不过来，你自己去领三师兄。有人要坐不住了，看来这京城要变天了。开始行动吧。前有狼，后有虎。多谢苏国公的相助。送客。江离，是不是被邪祟附体了？谢长公主赐教，天道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。不过是在装神弄鬼罢了，接下来才是正戏。